你想让我去哪儿？直走，超过你。快！你现在想让我去哪儿？快说呀！你喜欢石头吗？伸长脖子的石头是哪个方向？每天中午喝威士忌对身体并没有好处。你是？蒸馏之后的酒必须经过多年陈酿才好喝。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玩。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是谁，别想着挂断电话。你一定打错了。王坤，27岁，自由职业，塔西城区145号 DC 小区5单元4楼1号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一个喜欢看着你的人。看我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那个扣子不用系上，这样显得比较轻松一些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和你玩个游戏。游戏？谁他妈有闲心跟你玩游戏？我是一个很会控制意外的人。数三个数，3、2、1。你想怎么玩？你现在想怎么样？很好，你提前了6秒钟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你喜欢历史吗？我很喜欢南采和，尤其是他脚下的装扮。你想怎么样？把鞋脱了，快！沿着这条道走到尽头。找到155，有5分钟时间。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门口有个纸条，告诉你钥匙在哪儿。自己是谁？你过去的职业让你养成了这种思维定式。
你没有了顾客，但是你却记住了你的行为习惯。我只有这个办法来控制你了，否则你就会去伤害别人。游戏给周全玩一次，记住每次的漏洞，别让自己找出破绽。你很聪明，祝你好运。